和司礼行间对胡侍郎可是毫不留情，就差直接指明我用错了人，我就近让胡侍郎提审此案，也不是随心所欲的。那胡瑞兰十几年任职礼部侍郎，为大清朝考选遗才，眼光独到，我怎么就不能封他一个钦差大臣？我怎么就用错人了呢？谁说不是啊？ 所以他才后悔啊，他后悔很好的本意，可因为措辞不当呢，无意中把太后您给得罪了。他也自知此番罪不可饶，知道太后您绝对不会让他继续在朝中待下去了，所以他就在家趁早打好了铺盖卷儿，坐等着霸他官的圣谕一下，那他就走人回老家刨地种豆去了。毕竟是位朝中老臣，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哼，这么说，他翁同龢已经猜到我的心思了。不光翁同龢猜到了，这满朝文武都猜到了。大家都说翁同龢这次是咎由自取啊。那就是说，满朝文武和翁同龢本人都已经想到了这样的结果了。但是，无论太后您对他做出什么样的处置，那都是无可非议的呀。我对他做出什么处置啊？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他们就先下了结论了。太后息怒，臣也只是听外界都在这么说，所以他们为什么都这么说？这才是让我感到愤怒之处。太后的意思，臣未能理解。哼，他们包括翁同龢本人，为什么会猜想到我会因为一道奏折而罢了翁同龢的官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这个垂帘听政的慈禧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妇人，根本容不下一个翁同龢。太后息怒，太后，臣不该拿这些外界传言到太后面前来说，惹您生气，臣罪该万死。你何罪之有啊？起来吧。谢太后。 满朝文武也好，翁同龢也好。 他们都是在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当年唐太宗都能容下一个魏征，我难道就容不下一个翁同龢吗？你回去转告翁同龢，我不仅不会处置他，我还会树他为楷模，在大臣们中间倡导一种敢于直抒己见的风气。太后圣明。至于这个案子嘛，既然外界还有传闻一词。 那就让刑部就暗中存疑之处一一驳译，让皇上命胡瑞兰做些补充说明就是了。完全没必要把这么个民间的案子提经来审，往后要都这么做，那京官们还忙得过来吗？太后圣明，替皇上拟旨。翁大人何事发笑？ 要不是你这趟进宫啊，翁某人可是无关一身轻劳。你是说我不该为你去周旋？哎，你自然是出于好意，可翁某人并不甘心。看来夏某是好心不得好报了。在这件事情上，翁某我个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我只关心这。 事实的真相，可是呢，太后仍然是铁板一块，毫无松动。翁大人不必如此悲观。依我看，您的那副猛药并不是毫无疗效，太后对本案的态度也并不是毫无松动，至少，她要下旨命胡瑞兰将案中疑点部分。
做以补充答疑，这说明他已经接受了三法司会商所提出的博弈，也说明他对这个胡瑞兰多多少少是有些失望的。这副猛药有疗效，虽然说他要下谕旨敕命胡瑞兰对本案再做补充说明，可是明眼人一听就明白，那不过是太后做做姿态罢了。那胡瑞兰能否认自己的前判，能让案子改判吗？我当然也不对那个胡瑞兰抱任何奢望，可是翁大人，至少现在太后已经不再催着刑部按照胡瑞兰的结论速议具奏拍板定案啊。翁大人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小步，只要皇上还没有下旨定案，咱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圣旨到，臣胡瑞兰接旨。前因胡瑞兰侍郎奏复训民妇葛婢氏阴间独婢本夫，分别定你一折，当交刑部复议具奏，着胡瑞兰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及犯证，将复审于原审情节因何奇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不得稍加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序明确，定你具奏。钦此。胡瑞兰接旨啊。臣领旨。这事果然是没有结束啊。这道圣旨表面看只是让胡某对几处疑点做出补充说明，而事实上却是太后老佛爷对我不信任的开始啊。我现在真是后悔当初没有严辞拒绝他杨昌俊的要挟而助纣大作，现在朝廷务必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我又如何能搪塞得过去？如果我现在再将此案如实上奏，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上次奏报是有意作假？可我要是继续作假上奏，又如何承受得了甚嚣尘上的舆论压力？如何屈心于对此案穷追猛打的朝野人士？事到如今，我真是无路可走了。太人，你可是官绅啊，这样跟我来往，弄不好是要丢官的。丢就丢吧，我什么也不在乎。御史组成千古恨，我胡瑞兰就为了个妇人而毁前程，不值得呀。大人，什么事儿？巡抚杨大人，去他妈的杨大人！我和他精神和身两不分，任何人不许在我面前再提他。啊，大人，您究竟怎么了？没事，下去吧。可是请柬……哦，那我先把请柬放这儿，您自己看吧。瑞兰兄，九日不见，甚念。明晚在楼外楼略费小酌，余兄一叙，请兄务必赏光。
燕京楼上请。 杨某，我真是，胡大人，请进，请进。胡大人，这就是刚到的那份圣旨。 与其说是圣旨，不如说是你我的催命符。不至于吧，胡大人，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要是太后老佛爷没有对胡某失去信心，皇上就不会下这道圣旨。而皇上下了这道圣旨，那就表明朝廷对这个案子一定不会含糊接含。那就是说。 此案不得实情是绝不可能蒙混过关。而要让此案真相大白，那么从你杨昌俊开始，和你手下的一干文官，当然还有我胡瑞兰，所有沾手过此案的文官们，就一律陛下全身而退。你说，这个圣旨还不是你我的催命符吗？ 胡大人，那你是如何打算来执行皇命的？知错改错，如实上奏。言不由衷，言不由衷。什么意思？我相信你胡大人不会拿自己头顶上的二品顶戴去开玩笑吧？你改弦易辙，如实上奏。 那你就等于你承认了你这之前你的上奏，那都是弄虚作假。想想胡大人，这么做意味着什么？胡某现在顾不了那么多。胡大人要真是会那么不顾一切，当初就不会和杨某人共守同盟了。那正是因为你太过卑鄙。不错，我杨某人。 在这件事情上做的确实是有点不择手段，可是这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呢，也是你自己不顾官德、侠妓嫖娼才惹下的祸根。看看，啊，看看，这堂堂的学政大人，朝廷的二品大员，三天两头。 就到那个地方去逍遥，你说你哪还有一点正人君子的样子？啊？等等，我还有话没说完呢。我不想听一个官场流氓的说教，今天必须听我把话说完。好，那胡某倒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能瞒天过海的手段？ 这道皇上的圣旨，对于你来说，它是一道催命符。可是，对于我杨某人来说嘛，那不过是太后老佛爷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哼，你可真能宽慰自己。杨某人听说，你自从交了这个皇差之后，京城里对你这位钦差大臣奏章是。 质疑不断。三法四也为此案进行了专门的会商，会商的结果是，请旨将此案借京复审。皇上，应该叫太后老佛爷。太后老佛爷如果恩准了那些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朝议派的大臣们的奏请，将此案提京复审。 那，你我的仕途之路，恐怕就真的走到头了。可是，太后老佛爷
他没有那么做，没错，他只是向你下了这么一道圣旨，他只让你在这暗中那个小小的瑕疵里做一个补充说明。太后老佛爷他这么做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也不愿意将此案推翻了重审，所以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还牢牢地掌控在你这个钦差大臣的手里。可是邢国奇的案卷里提出七大疑点，圣旨就敕命我要对这七大疑点一一做出答复。明明知道这七大疑点无法自圆其说，你要胡某如何应付皇差？胡大人，你对刑部提出这七大疑点，只要你借口一处，就可以把此案拖入无期的悬案。你说的那一处，就是钱宝生吧？瑞兰兄，真是个聪明人啊！此案的关键之处就是那个卖皮人钱宝生的证词。可是钱宝生的证词并不可靠。有的说，案发之后，这个瓮官一直没让钱宝生和杨乃武当堂对质。也有的人说，这个钱宝生不叫钱宝生，他叫钱坦。还有的人说，这个杨乃武他屡屡翻供，说我根本就没到过什么钱记、爱人堂、药铺购买过什么砒霜。更有人说，这个钱宝生是受了刘希同的引诱和威胁，才会出现这么一篇不实的证词，等等等等，不一而言。可惜呀，这铺天盖地的悬疑，随着钱宝生的一死，就化作了一个疑团。我说有，你说没有，咱们听谁的？啊，听钱宝生的。钱宝生呢？钱宝生死了，所以呀，这钱宝生一死，可是老天爷对你我的一种眷顾。死无对证，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理由和托辞啊！郭大人，你可以在你的奏章上这样说。你说这个案子的主要证人钱宝生已经病死，而且此案中几个重要的事实死无对证，这样的话，这个案子他就到了一种不可能了结的悬案，那么你我就不可能在这大江中翻船。我大清朝的刑部御史上十年二十，那久而未决的案子还少吗？我也从来就没听说过，为了某个案子，久拖不决，就要找个什么人来承担他的责任，这个先例。胡大人，我说这些，你还不明白吗？大人，您没事吧？大人，没事。您喝酒了？喝酒？怎么了？大惊小怪。大人，您从来不喝酒的。可今天我才知道，这酒的确是个好东西。我没事，我没事，你好吧？大人，我给您沏壶茶去吧。我请你出去。
这天底下有多少人为了你而昧了天良啊？礼部侍郎胡瑞兰跪奏：查余杭县民人杨乃武与葛弼氏阴间同谋，毒死本夫一案，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可杨乃武徒脱重罪，称其狡猾伎俩，播散敷衍，闻者都信其真有冤意，而关键证人钱宝生已死，死无对证。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奏请再派大员另行复审。你说这个胡瑞兰怎么就上了这么一道不伦不类的奏折呢？圣旨让他对刑部提出的驳议一一做出解答，他可好，一句死无查证就回复了，还请皇上另派大员去审。你说这要是传到大臣们的耳朵里，传到道光同和的耳朵里，岂不正好授人以柄吗？这个胡瑞兰真是太不争气了。太后，奴才以为这不过是个民间小案，太后不必多费心思。眼下正在筹办太后生辰大喜之事，可别因为小事儿冲了大喜的事儿才好啊。嗯，有道理。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哎，对了，在我生辰之日要大赦天下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有什么好的建议？多了多了，这些奏折啊，都是大臣们对太后大赦天下的感恩谏言。那你就一份份的给我念念吧。奴才遵命。李公公，你去把夏学士叫进来，我有话问他。扎。夏大人，太后有请。啊，哎，快去，快快快。啊。臣敬祝太后吉祥。起来吧。谢太后。夏学士，我叫你来是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请太后示下。哦，就是浙江的那个命案。这本来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民间案子，可这么传得一来二去的，倒好像是家喻户晓，天下无所不知了啊。我想你是浙江人，应该比旁人多一些关注，所以对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太后，臣下官不在刑狱，恐怕不便对这样的人命案子去评头论足。哎，要不还是请翁御史。没有人要让你评头论足，
作为一个浙江人，你难道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吗？既然太后问了，那臣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臣以为此案民间传闻一词已非一日，甚至对于胡侍郎的判决定案也颇多微词。此案关乎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杨乃武，而是我大清朝的王法权威和刑狱是非。不将此案真相公之于众，恐怕就不足以招扬朝廷慎重民命之皇恩。所以臣以为太后在大赦天下之后，若能降旨将此案全案提经交由刑部复审，如果真有冤情便加以昭雪，则天下黎民百姓会更加称颂太后您的圣明。太后，李公公，我有点累了，扶我回去吧，你们接着看戏吧。那老生唱功啊，真是一绝。是啊是啊，长腔拖的是千回百转，余音绕梁。我给你学学啊。啊，爸妈智商。笑什么笑什么？难道桑某学的不像啊？像像像，桑大人学的像，就是那鼻子还不够长。我告诉你，我可算是精忠票友啊。学什么像什么，我再学几句旦角的给你听听。啊，这是壮丁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桑大人，快起来！哎呦，你看这两位尚书大人，整天没个正形，站着个茅坑不拉屎，怪不得我大清遇事不明了。刚才太后听了我那番话，什么都没说就离座回宫了，也不知她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算了吧，自古以来真正能听得起谏言的皇权者又有几位，能承认自己做错了事，知错改错，那就更难得了。老佛爷居然把自己比作唐太宗，真是少了点自知之明啊。我原想趁着太后这几天心情好择机进言，她一定会当场表态的，看来我还真是失算了。明明是王法规章有利可循的事，却不得不仰仗她的个人意志和喜好来办事，你说大清还有什么公允可言呢？王法等于王权，王法关心的并非是正义和公允，而是官者的利益和至高者的权威，这不得不说是当今朝政的一大弊端啊。何止是弊端，这是我大清朝的悲剧。翁大人，您怎么就那么拧呢？刚才咱们看的这出戏明明是出喜剧啊，你怎么非得说它是悲剧呢？看来翁大人的学识也有一块短板啊。翁某人自然不像夏学士这么博学了。哎，你说是喜剧，那就是喜剧吧。哎，这就对了。哎，你又帮我翁某人解了一次案。我可不是为你翁某人。那你为谁？为大清御史。我不希望大清朝失去你这么一位好御史。真不合时宜啊。你说谁呢？啊，奴才当然是说夏学士了。夏学士怎么不合时宜了？他在太后生辰大喜的时候说起浙江命案，惹太后心里不快，这不是不合时宜吗？哼，你怎么知道我心里不快了？况且这事儿是我先发问的，夏学士是在回答我的问话，这有什么不合时宜呀？
奴才以为太后听了夏学士的话心里不快，要是太后心里没有什么不快，就算奴才多嘴了。明儿什么安排啊？明儿安排太后接见那个什么来着，新闻记者。哦，对对对对对，哎呦，新词儿奴才还真记不住。明儿安排太后接见新闻记者。太后，哎，难道这事儿就这么偃旗息鼓了吗？不会。那你说还有什么辙？等太后过完了寿辰，我会再去进言。难听的话好听的话都说了，可老佛爷就是铁板一块不为所动，你还能去进什么言呢？此前你上折奏请，将本案提经复审，太后以相无此政体为由将你给驳回了。我想到库档里去找找，看看我大清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只要有先例可循，那太后就没有理由再驳你了。那好吧，此马当作活马医，那你就去试试吧。告辞了。慢走。我朝正百业兴旺，蒸蒸日上，这一点想必你们也都是有目共睹的吧。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我已经回答过你们几个私人问题了，你们还想问什么？我听大臣们说您至少能活到300岁，您相信这是真的吗？昨天我就已经说过，能活300岁的不是人，是乌龟。太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就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吧。我想问的是，贵国司法信誉的现状是不是都像杨乃武之语一样？你是什么意思？浙江杨乃武一案轰动一时，世人都知道那是屈打成招的冤案，可是在贵国就是无法平反。难道谁告诉你这是一个屈打成招的冤案？这个案子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知听的都知道这个案子已经无声无绝，犯人屡次反攻，又屡次被刑逼误服。这张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所谓严刑之下，何求不得中国新型之亡民，等等等等，特检一版。你是哪国的报纸啊？这是上海的《申报》。是中国人的报纸啊？也是中国人写的文章。既然是我们中国人的报纸，中国人的文章，那就接着念吧。岂用非行者不顾任意公道，肆意滥用参刑，致使天下冤狱丛生，安得不民怨沸腾乎？在上者若能禁止此案，又岂能容忍徇刑之弊游行于中国？太后，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想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上者若能静思此案，又岂能容忍刑讯之弊游行于中国，对不对啊？对对对，太后记得一字不差。那我就用这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吧。那太后的意思是说，您本人绝对不会容忍像杨乃武案这样的不公的御史在中国盛行。我还要用这个案件的公正来向天下表示，我们大清国不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国度。这洋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哪是发问呢？明明就是发难。我看他是嘲笑我们大清朝没有王法。是是是，这些个什么这个记者什么话都敢说呀。要说呀，还是怪那个胡瑞兰不争气。要不是因为他久拖未决，怎么能让洋人看了我们笑话呢？太后生辰大喜的日子，别让这种小事儿坏了心情。哼，我在洋人面前丢尽了脸面，我还能有什么好心情？奴才以为洋人问的事儿，既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你倒是说说看，这怎么又是好又是坏的呢？太后想啊，让洋人见笑的事儿当然是坏事儿，可那撤销命案还没有最终审判。要是太后再下一道严旨给胡侍郎，让他务必从实复审，让此案真相大白而告终，这样世人都知道太后圣明，那洋人也不敢小瞧了我们大清王朝，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说的意思一直是我想的事儿。我一定要让此案真相大白，还世道一个公正，而且我要让洋人从此对我们大清朝刮目相看。太后圣明。但是这个事情不能交给胡瑞兰去办，我对他已经彻底失望了。可胡侍郎是太后钦点的钦差，现在换人，等于太后向世人承认当初用错了人。哎呀，比起受洋人之辱，我自己承认当初用错了人，这算不了什么。再说是我自己纠正过错，好歹也算是符合了圣人之道吧。太后圣明。这样你去把刑部和翁同龢他们的奏折全部给我找出来，我要再仔细看看。奴才遵命。同善，都过三更了，早点歇着吧。这次我们真的是骑虎难下了。还是为了杨大姐他们这个案子吧。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始终对此案能翻是抱有希望的。原判中有太多的漏洞，要是带着如此多的疑问去判决定案，那我大清朝恐怕真的要出一桩千古奇冤了。但愿不会，要不然，我都不敢往下想。哦，这个杨大姐呀，伤还没好利索呢，就非要回那小客栈去住，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赶明儿我去那小客栈看看他们。好，你先去睡吧，我再看一看。此案传闻一词，已非一日，借由十八学子联名承诺，直到此案春熙地方官上下其手，相互维护，以保顶戴而酿成。故奏请皇上，准将全案借经，交三法司严讯确情，以昭平允而复人心。翁同龢跪耳再奏，为钦差训办重案，未平重议，再次请旨借经审办事。近日外间议论，问官严刑取供，犯人未行妄招，案中多有不实，难成信验，宜召大清明慎用刑，需将全案提经，严加训究，否则真相难以澄清，何以惜众议而诉官真？
萨在。现在什么时辰了？都过四更了。天一亮，你马上让翁同和来见我。奴才知道了。太后，早点歇息吧。嗯，我把这些看完。太后，别扫了我的兴。山西榆次县严思虎师出案，因案情重大，钦奉谕旨，戒不审办。好啊，太好了，终于找到了。你找到什么了？我找到了本朝道光四年的时候，山西榆次一个案子，也是因案情重大而戒不审办的。这就为杨乃武一案戒经复审找到了一个先例。有了这个先例，太后老佛爷就不会再有理由去驳回翁大人的动议了。看把你高兴的，这一个通宵总算没白熬。来，快吃点点心吧。嗯，夫人，现在什么时辰了？还什么时辰了？天都大亮了。夫人，我要去一趟翁府，我要把这一发现告诉翁大人。哎，那你也吃了早饭再去啊。不吃了。我现在什么东西都吃不下，这顿早饭我还是去蹭他翁府的了。你说来听候处置的是我翁同和，又不是你夏同善，你说你这一脸愁容的干什么呀？一会儿不管太后说什么，你都要记住一点，千万不要当面顶撞，以免激怒太后。只怕用不着我去激他，他已经怒火冲天了。那你更不能去火上浇油了，翁大人。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千万别由着性子来。哎，夏学士你也来了。公公，麻烦你禀告太后，就说夏同善也有要事，请求和翁大人一起觐见。我头顶着一片天，还是背着一座山，云开日出我还能不能看见？茅草高高，大树矮，矮就是高，高就是矮，你说奇怪不奇怪？我头顶着一片天，还是背着一座山，山高路远我还能不能走完？流水湍急行船慢，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我的今天是哪一天？我在那片云的下面，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你却非要跟命运交个门。一条条路，一座座山。